我的心里有一团火，它温暖着我的心肠，灼烧着我的灵魂。秦风说，好是更好的敌人。为了变得更好，我渴望最激烈的战斗。每当扣下扳机，我的肩上就多了一份后坐力。那些值得的事儿，值得再三去做。我是猎豹，无所畏惧。许多年后，当我自己成为主官，才明白，比别人快一步是天才，比别人快两步就是疯子。天才得到尊敬，疯子只有孤立。李翔必须让所有人看到，我们也会渴，会饿，会累得像条死狗一样。